刚刚那路风景怎么样？对，今天天气特别好，然后又加上这么好的风景，我们今天在白石南素里。白石南素里要给大家看什么呢？今天只是一个预告，这个 Polygon 回到白石南素里了。他们上一个项目在白石南素里的应该是在 Morgan Creek 旁边那个 Rosemary Heights 有一个大型的公寓的社区叫 Harvard Garden，然后是很多栋的一个联排加公寓的项目。这次呢他们回来也时隔好几年了，应该挺多人期待的吧。 Polygon 呢本地的朋友可能都比较熟悉，是一个口碑很好的开发商，大家他很多粉丝啊，大家主要粉他的点呢是很务实的开发商，他的质量非常好，然后没有很 fancy， 但是他所有的户型啊什么的都非常合理，没有任何浪费的空间，这是他的标志性的特点。然后 Polygon 这次的项目呢还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细节，因为都还在筹备之中，这个售后我们也是建了有一阵时间了，然后我现在今天看是差不多快好了，所以给大家小小的拍一个东西。这个项目呢就位于这个白石南素里非常核心的区域，152街加20，这边走过去呢就是白石海边，然后还有白石的市中心，有各式各样的饭店呀、银行啊，就反正 anything 所有东西都有。然后这个项目现在目前有的消息，就它会是一个两栋楼，然后6层的木质公寓，然后也会有非常齐全的配套设施，相信项目的质量也一如既往了。 Polygon 也算是 BC 省数一数二大的开发商了，所以呢这个项目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价格呀什么的，但是就是木质公寓嘛，这个东西在南素里是相对来说比较稀缺的，因为南素里大家基本上都是 house 呀，联排呀，或者是白石市中心那些高层水泥的海景公寓。相信这个项目呢会很受欢迎，首先因为这种东西它在白石南素里少，第二呢是能以一个比较低的单价去买到白石南素里，按一个价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， Nick 会随时跟大家更新这个项目的信息，相信开幕的时候开发商也会第一时间邀请 Nick 过来看这个项目，所以大家 stay tuned， 我们下次见。